会包在影片的里面吗？当然了、啊。好，来，主持问一下，你是哪一组？泰雅族。爸爸妈妈都泰雅族吗？对。那个，你的泰雅名字叫什么？泰雅名字叫马少。马少姨妈。啊？爸爸叫什么？爸爸叫武道。马少武道哈、哦。你现在几公分？我现在166公分。现在是国小毕业哈、哦。对，国小毕业。你站起来一下，看。好。等一下我哇，倒退那么远，别动啊！你是你们学校最高的吗？对。好，好，请坐。那你现在之前那个国是学校的校队的？嗯。你是念滨口国小吗？苏澳国小。苏啊？苏澳国小。苏澳国小。对。你是因为篮球队去那边吗？啊？怎么会去念苏澳国小？因为我妈妈住苏澳。哦。哦，你在那边工作。对。你有保送到有资格保送到金华国中的？有。哦，教练有来吗？没有。但是你成绩够。对。哦，那边金华国中的教练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哎呀，要打听教练啊。嗯。那你知道南澳这边有谁去金华国中念篮球队？刚那什么姐，壮壮的那个。江凯旋。江凯旋哦，还有谁？那个刘承恩。刘承恩。方浩。再来，方浩还有那个哦，就不知道了。哦，这么多。对，他们都毕业了吗？还是还在国中？都毕业了。都毕业。哎，那个江凯旋毕业了吗？毕业了。他有这么老？啊？哎，前几年我还拍他打球，好几年前了，因为他那时候还小六。嗯。他现在念哪里？高中。是金华国中。不是高中，他毕业了吗？高中。江凯旋现在国一而已啊。哦，国一哈，对啊，我就想说去年拍他国一嘛。对。好，在哪里？这是我帮他用的戒指。你们真的是乱刺呢！你们这是我帮他刺的十字架，兄弟，不要乱刺！你们真是糟糕！我要吃龟头啊！不要太痛了！你们真是糟糕！我要吃龟头啊！不要太痛了！哦，你们有创意啊！对啊，跟你一样啊！你想不想进金华国中？想。你知道那个是台北的名校呢？对啊。那个算是那个贵族区哦。嗯。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哦。有去过吗？有。它旁边是不是一个很台北最大的森林公园？对。哦。那有没有去？那个江凯旋有没有跟你介绍一下那个金华国中的设备师资？没有。没有，没有碰到。没有碰到。网络不会聊吗？不会。啊、哦。要去加他们好友聊一聊。嗯，你那个亲戚才知道金华沟通这么棒。嗯，啊，家长会把你送过去。嗯，先回去查教练，哦，然后再去找长辈问问看，哦，找牧师、舅公，哦，跟家长沟通。以后你在那个台北有名了，进 HBL， 南澳乡会以你为荣，知道吗？嗯，这边你去台北念的话。然后国中这边有新的可以进来练了。吴大师比比，对，好听。什么意思啊？就是吴大师比比，他姓吴叫大师啊，他妈妈叫、哦、啊不，他的老婆叫比比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哦，吴大师。他的太太叫比比哎，吴大师比比。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比比。喂，你们在干嘛？在笑？好了，我讲错吗？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
体，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就桃山隧道的意思，就是。见面，他解释对不对？好，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好，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好，想不想去金华国中？想。哦，一定要去金华国中哈。嗯。那个爸爸希望你去吗？爸爸不希望。妈妈也不希望。对。是为什么？因为他说那边，因为他说我去金华国中，他不放心。不会啊，那个是有名的学校，那个师资很好，管理很好。他说那边太远。哪有很远？又不是美国。嗯。你看打棒球的阿美族都要去高雄、台中，跟台北的学校念啊。台东只有一个台东体中啊，花莲体中。都全部都要到西部来念书，啊，甚至说，欸，有名的被挖角到大联盟，对不对？嗯，有机会的话，想办法像那个林书豪一样进美国 NBA。要，非常的有感情，但是不深。那一定要进金华国中，然后国中留给其他的那个部落的年轻人来打篮球。嗯，那你们要多一点人去台北。嗯，部落这边再有人补上来就更多人。对，台北加部落就更多人，懂不懂？你在这边留下来是不是就少一个位置？对，你去的话这边一个人可以补上来嘛。嗯，懂哈？可以。那英文好不好？好。英文很好。不，我不好，讲错了。那我就问三个单字，英文的篮球怎么讲？我不知道。念 basketball。basketball。对。那个蜘蛛人怎么讲 ？Spiderman。再念一次。Spiderman。来，一定要念说 Spiderman。嗯，Spiderman。Spider。Spiderman。啊，那个超人怎么讲？超人讲 Superman。嗯。Superman, Superman, Superman, Superman。对，你们两个要表演什么？要唱《斗不倒死》。好，那就直接开始了哈。好，预备，开始。我到茶园，在我耳边回响，不知道唱的是个不一样。拿着麦克的我，就是喜欢这样唱，反正你也不能拿我怎样。我顶着太阳，斜坑的光芒，跑到在你身旁，在你不知所措、彷徨、别紧张，不会对你怎样。只想大声唱，只想大声唱。生长在这里，亲爱就是兄弟，手上拿着台皮，就能直接到地。别人说我不想约。命在这里，我的是太阳系，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太阳的足迹。散发这种热情，发动你的心情，就是要谈的随性，丢了工作也不用着急。就是喜欢这种美丽的，就是喜欢大声说，我来自蓝星，让我先干为敬，和我这杯一样清醒，点点滴滴，不想有犹回忆。如果没有今天的你，多送一，因为有你创作一个记忆。太阳奇迹，耳机再近，我们是 T T T H。你多听几次就会了，懂不懂？以后你只要像那个看镜头，不要看地上。哦。以后你当那个运动明星，很多人拍你要看镜头，要习惯。嗯。当明星，当运动员就是明星，给人家照相，知道吗？你要看镜头，好。那个知不知道陈盈俊？陈盈俊。篮球的哪一组？忘记了。他好像是泰雅加阿美嘛。嗯。他上次打那个四大运还是什么？是那个最好的那个控卫的。控球后卫、哦。对啊。那你如果进了金华国中，高中你想念哪里？松山。哦，哎，上次那个南澳念松山那个叫什么帅帅的？那个叫。
妈妈好像在协会还是公所上班，有一个念松山高中，应该毕业了。我来自台东，我喜欢充气娃娃，我每天晚上都需要充气娃娃，无时无刻的时候都需要他的照顾。完了，接力。来看这边，高国豪，名字我忘记，记得那个部落谁进什么好的国中、高中跟大学要打听，然后加他们好友，然后跟他们请教，掌握资讯，懂不懂？不要都不认识，对啊，你们有时候他们回来，你可以去找他们切磋球技，然后问他们说那个学校设备好不好，教练好不好，哦，然后那个考上后面升学率好不好，有没有保送到考上好的大学或什么，懂不懂？去收集，去加他们好友，然后有时候叫那个同学哦帮你录打篮球一段。然后拖在网络上分享给他们看你打篮球的样子，哎，他想看一看你打很厉害就跟你聊天。这样都是南澳的，他们会照顾拉拔你，懂不懂？看这里要看镜头，好、哦。你是很累吗？要有笑容。哦。以后记者访问你要有笑容。如果有点臭臭的会干嘛？那个炮友怎么翻？乌拉拉木恩。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一下，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我是太巴朗的土生土长的金虫。臭臭的记者哥觉得说你会感觉你很嚣掰，他就像打我一样，不是会误会啦，会以为说啊你好像，好像不友善啊，太冷漠这样啊、心情不好。你知道林峰吗？好熟那个名字，好像知道上面吗？对，上面那个有他现在高二了，念哪里？他念南澳高中，也是打篮球吗？对，他踢足球的，有没有很厉害？啊，他很厉害。那、有没有礼貌？现在没有。你看你，好来，那记得要有礼貌哈。好，那个跟爸爸说你想念那个清华国中。对，为什么想跟爸爸讲？你立过这边，他网络上可以看。好，因为那边的。那边的教练管很严，不会学坏。然后如果篮球人讲的话，可以进松山。然后大学又可以进很好的学校。好，那个那边是不是还有那个南澳的朋友？有。高调，加油！加油！恭喜的年轻人是这样，如果要再喝，加油！你喝到底，齐龙加油，齐龙，是吧？齐龙，马上来，我来，对，加油，对嘛哈？对啊，对，你可以去找那个啊，找那个南澳那几个的家长啊，对，跟你爸爸妈妈讲，懂不懂？那个叫什么姐？那个很壮，那个叫什么？风姐，不是很壮的那个，你说一年级？一年级那个。我不知道，不是你刚刚跟我讲那个名字，现在在念精华很壮的那个，江凯杰啊，江凯欣，江凯什么？江凯旋，对，可以去找现在在念精华国中或曾经念精华国中的那个南澳台岸的家长，来跟你爸爸妈妈介绍，那个是很好的学校，没有很远，现在坐火车2个小时就到啦，没有宜兰哦，1个多小时就到，哪有很远？你们很远没有吗？没有，很近啊，懂不懂？那你在台北又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啊。有的那个，有的会打球又很会念书。懂吗？懂。南澳也不错啦，但是多出去。南澳国中可不可以不要读？那个南澳国中，你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以跟爸爸妈妈讲。那个，因为你对外面很好奇嘛，也希望说去看看那个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南澳国中也是个好学校嘛。那你说跟爸爸妈妈讲说你想出去闯闯看。对。就像林书豪去美国闯荡嘛。南澳国中篮球很强吗？也不错啊。等一下哈，那个尤戴斯亚可以知道你想要念精华国中吗？知道，那去好好跟尤戴斯讲一下，亚弟讲说，清华国中
还要上网去查资料哦。看他们照片啊，甚至你打电话去问。嗯。哦，可以打电话跟那边教练联络。嗯。哦，你说那个教练知道你吗？哦，那你要找人家去介绍，或找那个体育老师。在我心中，老鼠伸出粗壮的手，我背嘞。继续哦。长出嫩嫩的新叶。哇，你很厉害呢。要创造一个绿色的世界。It's so cool.我开门叫一声哟，哎喽我开门叫一声哟 ，It's a kind of wind man。啊，主角，我的袜子没，我的袜子没，打到了桌子，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可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爱的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找你苏澳的或这边的体育老师帮你介绍一下，啊。那你有出去了以后有名了，也是南澳之光啊。嗯。有没有听过一个连德安？连德安没有。那个达样滑雪橇呢？没有。你看他也是到台北啊念强术，后来又去国外变成国家代表选手。嗯。还有江什么红啊？江凯宏。就是那个家里卖毛蟹的那个，两个兄弟以前练田径。哦、嗯。对啊，他们现在也都是当了国手，你都要出去啊。他是打 NBA 吗？没有，他们是去滑那个雪橇。哦。哦，那个冬季奥运雪橇比赛项目。他们是雪橇队的。本来是练田径啊。嗯。后来就他们就转跑道去投入这块。哦，那要回去跟尤达斯亚基讲哈。嗯。啊，还要找国小的，不管是南澳、碧后或者是苏澳的国小体育老师。我有两把枪，长短不一样，短的打十发，长的打姑娘。长的打什么？姑娘。短的打什么？十八。十八，谁教你唱的？妈妈的爸爸，因为我爸爸那时候九岁。嗯，跟他讲一下。哦，那跟爸爸妈妈分析一下，那个学校很安全又很近。哦，给你机会去读一下。好。那南澳国中这边的好学校，这个篮球位置就留给部落的其他青年来念，懂不懂？嗯。啊，南澳这边有选手，你又在台北哦，又去努力，到时候泰雅族在全国各地开花，懂吗？国小没有打过，可以去金华吗？可以，有的教练会看他的身材条件。嗯。哦，就练一练，哎，他有那个、有那个资质，他觉得他素质不错。嗯。哦，就可能会让他进去。哦。对。哦，那金华国中怎么报名？嗯？金华国中怎么报名？你现在的话，像现在今天礼拜几？啊，礼拜三。明天赶快先去查电话，然后先去找那个你认识部落这边碧后南澳或者是金月国小的那个体育老师。去赶快去问一下，哦，那个去联络一下，哦，看那个是不是还可以进去或怎么样的，懂不懂？好，哦，那个那叔叔来问一点泰雅语哈。好，眼睛不会的就跳过，会的就讲。蝼蚁。鼻子。努户。嘴巴。努瓦。耳朵。爸爸。手。耳巴。脚。嘎盖。屁股。鼻油头，嘟怒头发不会，胡子穆鲁斯，那个手和脚上面的毛怎么样？不知道。那个小便德木，大便斗鸡，
骨剂还是斗剂？斗剂，斗剂哦。对，好，那个跑步，跑步不会，摔倒，摔倒，斗笠。嗯，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好吃哦，香蕉很大。Inak banana nyo bumbung masal kau nu. Oh, masal kau nu. Oh, banana. 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大。我操。Inak banana nyo bumbung madang. Madang, madang, madang. 那有的太熟了。我先生的香蕉，我先生的香蕉软软的。啊，masal kau nu. Inak banana nyo bumbung madai pokin. Yay. 哎呀。哎呀，哎，我是那个，很痛，很痛，拉硬，拉硬，也可以讲阿盖吗？盖可以。哦，哦，那个水，水，下，下雨，下雨，哇啦，河流旁边有那个溪流，溪流，不知道。温泉，温泉不会，温泉是不是叫乌来？那个乌来那个就是温泉，叫乌来哈。嗯。太阳，太阳，哇嘿，月亮。月亮不知道，星星，星星不会，云不知道，天空，白天晚上，白天晚上，沙上没变，风，风不会，念北会吗还是什么？啊，北会吗还是什么？北会啊。哦，山，山，爬山，那个山，对，坚石山什么山？山有没有？嗯。雪霸山，雪霸山，山怎么讲？山忘记了。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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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会哪一个？不会就跳过。不会。红橙黄绿蓝靛紫黑白，你会拿讲几个颜色？会几个颜色？红色。怎么讲？打蜡。还有呢？白色会不会？白黑。白色不会。绿色菜的颜色。绿色也不会。好，冷跟热。冷跟热。鸡肉。像现在有那个苍蝇，苍蝇跟蚊子，苍蝇怎么讲？蚊子哦。苍蝇跟蚊子。不对。那是什么？苍蝇还是蚊子？蚊子。蚂蚁呢？蚂蚁我不会讲。蜘蛛。啊？蜘蛛。蜘蛛不会。好，那个家怎么讲？家里。沙粒。啊，睡觉。睡觉。阿碧。起床。起床，独立啦。那个洗澡。洗澡没骂。雅基尤达斯住在一起吗？啊，雅基尤达斯有住在一起吗？有。哦，那很好。哎，叔叔教你哦，你有没有很想把泰雅语学好？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想。想哈、哦，最快的方法，我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谁？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李香兰。比他更厉害的是谁？比他更厉害的是、那個、很多很多很多谁？泰雅语老师很多，我不知道名字。来，那个你都知道。嗯。那个李香兰老师住城市还是住部落？城部落。对，那部落有没有很多老人？有。那些老人有没有比老师厉害？有。有哈，所以最厉害的是部落母语老那个老人，那个母语老师要跟这些部落老人请教，嗯，懂没有？懂。好，那怎么学比较快？看这个，这个叫什么？这台机器叫什么？摄影。讲一次什么？摄影我不知道，摄影机，摄影或录影机，或录影机。跟女朋友开玩笑，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怎么讲？我这个我不太干净、啊，你是为什么？美沙苏乌达斯姆，这样吗？美沙苏，不是，等下我先问一下，美沙苏神宝乌达斯姆，这样啊？神秘宝，对，打一个字，美沙苏。
神秘巴神秘巴古达斯姆，这样才可以。美沙苏神秘巴古达斯姆，你是切勇的懒觉打。对。哦，好，那有一个叫熟什么？鹅吧？不是上网上网那个叫什么？熟什么？熟。打电话那个叫什么？手机。手机。还有一个叫苹什么？苹果。平板，苹果也对了，手机，手机，平板，嗯，录影机跟那个录音笔或录音机，嗯，这个都可以录音跟录影，嗯，你这样碰到老人家就可以把母语录下来，然后自学，这样有没有学很快？有，懂哈？嗯，还有你有时候老师上英文课你会忘记，就问老师说可不可以录音，你就录音，然后回去可以复习。有时候等公车啦，坐火车啊，可以练。把那个英文跟泰雅语当音乐听。嗯，我转过来后，记得用手机、平板、录影机、录音笔去录影录音，学英文跟泰雅语，懂哈？嗯。好，你们那个有时候比赛是不是人家用录影的？有。回去可以看检讨。哦。懂啊。懂。那那个雅基讲一次，你会忘记或很长。比方说，我要去山上打猎。住下了。你，听不起没有三遍，都陪我你。害羞。哦，那你不会讲的话，就可以问，就可以录下来复习。嗯，懂哈。嗯。好，那个，你说高中想念松山哈？对。大学想念哪一间？大学想念政治。哦，你怎么知道政治大学？嗯。你怎么知道政治大学？上网查的。为什么想念那间？你知道为什么想念那间？对对对，那么多学校，你怎么会查到政治大学？因为那个。韩国瑜吗？不是。还是张雨生。田浩。田浩啊。对。你说乌来的吗？对，他乌来的。哦，你说田浩，他以前也是篮球，那长得很帅那个。对。哦，你是因为田浩知道政治大学啊？对，他在那个台北的木栅那边。张雨生知不知道？张雨生不知道。哦，他是很有名的泰雅族歌手。真的。对，张惠妹有没有听过？有。张惠妹第一张、第二张专辑就是这个泰雅帮她做音乐的。哦。所以他们张惠妹很感谢张雨生。嗯。知道吗？知道。那个雨是下雨的雨，那个生命的生，你可以去查。他是达彦很有名的音乐创作者。嗯。他就是念政治大学。政治大学。政治系。政治系。他功课很好，他是离山的。嗯。那个像陈英俊啊，徐若瑄有没有听过？徐若瑄没有。嗯，好。那个不要记得不要去抠脚啊！你看你，因为那个苍蝇。对，以后不要去抠脚，那个擦药，不要让它破皮啊。因为苍蝇会很不舒服。你们会不会想把阿美语学好？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超想。为什么很想？因为长大就可以跟老人一起讲。那那个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谁？阿妈。啊。NBA 有。没有穿束裤的吗？有。对啊，那个是很流行，不是女生在穿。嗯。而且那个排汗很快，不热。嗯。再是那个下面不会磨破皮。哦。懂不？懂不懂？懂。你这样子就不会被他坐在脚，你这样就不会被蚊子叮。嗯。不会去抓。以后那个要当那个篮球明星，腿不要都是红豆冰哈，不要一直抓。哦。万一你看一个。身材都很好，但是你那个红豆冰的腿就不好看。嗯。不要抓，你下次出来带那个带药。嗯。或者是那个什么扇子，嗯，那就要穿束裤。好。不要去挖，不要去抠。看这边，看镜头。好。好，那个你说想念政治大学哈？对。下次去查一下他们有没有篮球队。嗯。哦，或者是念什么科系都可以。嗯。好，那个会不会唱歌 ？B-box 一点点，随便。B-box 一点点，有没有听过 B-box？ 有。Rapper 有听过哈？有。随便，有声音就好。预备起。老师，我随便用，要有声音就好。我大小的我，长的短的，谁都不能欺负啊！天天。
咿呀，哦咿呀，哦。可是我不会唱。好，那你就 B-box。好，预备起。你那个，你赶快去念金华国中，你应该以后会很厉害，懂不懂？金华国中的老师很凶吗？嗯，老师很凶呢。嗯，有的会比较，比较。那边有没有资源班？我不要资源。嗯？那边有没有资源班？资源班？对。为什么要念资源班？我不要念资源班。哦，那个没关系，等一下。好，那个。哎呀，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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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那记得有时候去练一下唱歌哈，会不会弹吉他跟钢琴？我不会。不会啊？哦，那你篮球打得不错吗？啊？一点点。OK， 好，那那个什么，你在家里面学泰雅语都是跟雅基语大师吗？对，雅基语大师学。哦，好，那个什么，你之前是念苏澳国小？对，苏澳国小。啊，有资源班了。啊，有哦，那是一班吗？还是说在跟是三班，跟普通班在一起？普通班在一起。那有学画画吗？有。会不会喜欢画画？不会。不会啊。对。要练一点画画。对。哦。你会画画？主要是练美术的。哦，美术的。对，记得下次穿那个束裤哈。束裤哦。比较不会痒。嗯。或有时候穿那个运动的长裤，薄一点。各位贵宾，各位长官，我们的活动即将开始，请各位先行就座。要问一下，你怎么会打听到金华国中？因为那个，我看那个南澳国小的，我以为他们要去南澳国中，他们是去金华那里，我就想跟着这样。那个到时候去找一下那个长辈问一下，家长问一下，好。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就要在南澳认真练习，懂吗？那因为如果你这样跑到那边，那要问，红花扑溜扑溜，红花，红花扑溜扑溜，跟下面一样暖暖。阿妈好乱讲话，他说暖暖，像暖暖一样。他们是住校吼。对啊，住校。哦，那要有人照顾啊。对啊。妈妈有时候会担心，所以你要先问一下，哦。嗯。会不会唱歌唱一首？不会。啊？不会。不会啊。对。哦，那你那个什么，以后想做什么工作？以后想做打篮球。嗯。除了打篮球呢？除了打篮球。还是会这样想当厨师啊，还是什么？军人。哦，想当军人哦，很好哦。那功课要顾到及格，懂不懂？对。好，那你那个有没有达彦的名字？再讲一次。马少。马少，马少姨妈。啊。爸爸叫什么？爸爸叫那个，我爸爸没有。哦，那个国语名字叫什么？国语名林伟哲。伟大的伟吗？是一个王。哦，哲呢？哲学的哲。哲学的哲，林玉王字旁的哈，林伟哲。林伟哲，你是说之前念苏澳国小？对，一年级到六年级吗？对，一年级到六年级。那是最近才回来，对，哦，难怪没有看过你。
那现在暑假都在干嘛？暑假都在打篮球。跟谁打？几个人。啊，没有跟他们练习啊，要练习才会进步啊。哦。不能自己打，跟他们一起玩。不熟吗？不熟。要熟，那会要练习打运动，那个身体会比较好，懂不懂？你自己怎么打？自己慢慢练技术啊，慢慢练。那个一定要团体练，它是团体运动，你不能一个人练，是不是？那个要一起练哈。嗯。哦。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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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全身都湿了。我屋里过来，你们来。好，弟弟。好，弟弟。很好听，怎么讲？很好听。哎呀，是猪嘎。猪嘎。哎，猪嘎。猪嘎不是。哇，这是弟弟。哎呀，是猪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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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嘎，哎，猪嘎，猪嘎不是。哇，这是弟弟。哦，好。舞蹈是弟弟。